比如大家觉得说，为什么云茂能源能够获利21倍？那这21倍是不是因为绿电真的赚很多呢？委员为什么不再继续的来回答呢？有关于这个台电的部分，声明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所以您觉得这个部分声明了？谢谢，感谢，谢谢，辛苦了。关于云豹能源的部分啊，其实他们公司对于整个公司的状况也都已经有声明。那关于台电呢，电价的部分，其实不管是经济部或是台电也都有提出正式的声明。那我的部分呢，其实我在周日的时候都已经有发布正式的新闻稿还有影片，那已经回答过，大家都可以自行查证。那对于这样子的选举操作，我一直都觉得非常的遗憾。比如大家觉得说，为什么云茂能源能够获利21倍？那这21倍是不是因为绿电真的赚很多呢？委员为什么不再继续的来回答呢？有关于这个台电的部分，声明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所以您觉得这个部分声明了？谢谢，感谢，谢谢，辛苦了。